60元不限量自制乌鱼花和牛蛙，闻到味道的手机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油，现在是成都的晚上7:30。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吃一个50元的自助蛙蛙和乌鱼花不限量，我们走吧。我提前是打了电话的，老板说要排队。我私下也有来吃过这一家，觉得很 nice， 今天再去吃一次。上次跟朋友吃没过瘾。还是要排队，他们家真的太火了，超贼啊，特别贼。哎，我脸好肿啊，感觉胖胖的脸就仿佛打了玻尿酸一样。排队排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吃上了。哇，猛男出狱，感觉好爽呀！今天嘎嘎嘎的，这是一盘蛙，这是一盘乌鱼花。现在吃鱼都不吃鱼片了，都开始吃乌鱼花了。能打的原汤碟要更够味儿一点。太爽了吧！这一个小时的排队值了。我特别爱吃鱼蛙，你们可以叫我鱼蛙区 UP 主了。我真的特别的饿，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，而且是工作日哦，他们家还是蛮火的，36度的高温，他们家空调坏了。上周五我是来和朋友一起吃过，觉得很好吃，想着这么好吃的东西跟你们分享一下。80，把它撅上来。我给你们按头安利，如果来成都耍的话，一定要吃一次鱼蛙自助。因为我今晚太饿了，让我安静吃一会儿，享用一下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吃到现在没有按录制键，我常常干这种蠢事。哇，第一锅可以让老板给你们多加一点，第一锅味道是最好的，他放的花椒贼多，特别麻，但是特别爽。我今天穿了个特别淑女的裙子，不适合我的干饭。鱼多多当时本来那天他想吃这一家的鱼蛙的，结果这一家鱼蛙他那天爆满，要排很久很久，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一家。但是还是这一家要更好吃，相信辣辣油。这是一盘乌鱼花，它是将乌鱼切成这种花朵的形状。最近成都开始刮起了乌鱼花的大风。乌鱼花就吃，不要看它的鱼皮。我朋友说它有一点像蛇皮，他就不敢吃。但它肉还是很细嫩的，没有梭边鱼那么肥腻。这一家重麻重辣，风味很够。我有一点像在家吃火锅一样，因为我对面就是风扇。你们还记得我的二荆条吗？本来想做个人设，结果每次出门都忘记带二荆条。你们都快忘了我喜欢二荆条这件事情了吧？就把它先提前捞出来晾晾。他们家的肥肠是要单点的，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肥肠嘛，还加一个单点的肥肠选项，深得我心，在线投喂一口哇哇。那个乌鱼花抄手，乌鱼抄手，我是算是三姑他们家了，第一次没吃到，第二次我朋友吃，第三次我自己来吃。刚刚排队和老板闲唠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成都很有名的二娘鸡爽烧饭，他们做的一个火锅品牌吧，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麻，让你吃着吃着唇舌共舞。吃不了太辣的话，可以沾香油碟，原汤碟就会比较麻辣一些。原汤蘸原蛙，是一个牛蛙盖饭，在线投喂。我最近真的疯狂的迷恋吃蛋炒饭，不知道为啥子。因为我是特地叮嘱老板让他第一锅给我多上的，果然第一锅很多，但是也有可能他是看我在拍视频，然后给我上的非常多，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我悄悄地说一碗肥肠盖饭。这个时候你们需要一个能闻到味道的手机，在线投喂一口肥肠盖饭。我真的觉得肥肠一定要配饭吃。这个乌鱼花盖饭也是可以。咋炫着炫着变成吃主食了呢？我真的太爱吃肥肠了，肥肠、鱼、蛙我都爱。你们稍等我一下，我去后面打一个香油碟，混个口味吃，换一种心情。打了一个香油碟，我加了双椒、蒜泥、小米辣。吃火锅我还是更喜欢吃香油，虽然我爱吃辣，但是因为香油它香啊。这一个来蘸个香油，香油你们是不是看起来没什么食欲啊？
今天其实我可以不用加第二轮了，实在是因为他第一轮给我加的太多了。我们要不要吃啊？它这里面竟然还放了泡椒，哎，泡椒粉转的泡椒。我一直在捞肥肠吃，这一大锅厨师把我吃撑了，我真的吃饱了。还想顺他们家一点素菜，那个花抄手也是单点的。咱都来吃自助了，为啥还吃主食？好久没吃抄手了。绿豆沙冰粉也是，都不冰了，这个冰粉叫热粉。其实我还是不喜欢商家，因为我在拍视频，然后就列给我上。也希望我拍过哪一家觉得真的好吃的，那么去商家也会不变初心，坚持品质吧。因为我不太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、人情来往这些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还不是成熟的大人。那边还有免费的素菜可以拿，但是我都吃不下了，要打包了，我吃不了了，太实在了，特别好吃。我今天穿的裙子特别修身，我现在感觉自己肚子圆滚滚的，绳子要勒不住了。我好不好看？他们家比较吸引我的一点是发苗土豆丝，我喜欢吃这种脆脆的土豆丝。发苗毛肚一个时间，像吃面条一样，最后吸引一碗面。真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这种脆脆的土豆丝儿。加点醋就是酸辣土豆丝了，再先走位。变红油抄手。好啦，今天的美蛙鱼自助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。都是魔鬼，竟然不开空调。老板一开始说不要不要，我说如果你不让我付钱，我下次再也不敢来吃了。